口罩。虽然之前发生家里快递拿中国口罩会超过加倍的医疗口罩时间，不过多数的民众对国家备有口罩还是有信心。嗯，有检查过，但是没有拿到的测试的那些厂商才会进入。家里口罩开放药局换货，几天下来已经回收约187万片，而其中以新北市最多，而目前国家队口罩外层钢布的字样，有些口罩印台湾一，有些则印自家品牌。药品及部分民众认为，国家队使一只口罩的钢布字样应该统一，提高辨识度。统一这样子钢印字样的话，民众会比较少掉一层疑虑。民众经过家里口罩的时候，像我也知道，他不是印加里 mask， 而是他就是拿着完全没有防碍。为了避免昆虫事件重演，食品部在行政院会报告，可以通过决议，未来国家队生产口罩都会疫苗 MIT 或人工资料的抗议，以及医药品牌实施。另外要提醒到，就是今年入秋之后的秋风封面仍然在。